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是声音低沉且性感的帅无恙，从济港过来的，灭了两队。我呢人头不是很多，就拿下三个，为了赶时间就不给大家看了。前面房区传来了枪声，应该是两队人打起来了。直接怼还是怎么样？直接怼，没有退路可言。怼他头上就挺好。哎呀，直接怼他脸上去。看到了，打。倒一个，往前压，往前压，两队人啊，都小心点。那个人刚才往这打，哦，果然有一个，还得有人压过去看看。哦，哎，又看到一个，不行，位置不行，先进房间。他应该在扶队友，给他个雷尝尝。OK， 这一队全死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先舔一下再说。哎，又过来一个。他那边少了个队友，大哥，就在左边那个栏杆上。嗯，左边栏杆。哦，看到了，你这个栏杆真生动啊！全死了是吧？赶紧舔一下，这几个包应该老肥了。哦，哎，山上，右边山上有人。假装抹搓。一个满编，你咋这么多戏？停车打的，交上火了都，还停车打的。OK， 还捞着个人头，别动，我扶你，然后我再舔一下，不要老说我只舔包不扶队友，这不来了吗？进圈，要决赛了，18个人，空投。哟，这怎么还有人啊？咱们在山上打架他们都不去啊，在这等着我们呢。哦，挺硬啊，这几个人给你来颗雷。楼上扔雷了，怎么还倒一个？你看我又扶队友了吧。呀，怎么又是你？我为什么要说又，你自己体会一下啊。这边都死了是吧？210那边防区还有人，干他们。哦，哎呀，1624击倒了，这枪你使挺好啊，铁子啊，不揍你是怎么着？扶上没有？安排上就行，我办他。漂亮，我这还盯着一个呢。又倒一个，左边树后还一个，可以压。压不压没啥意思，他哪突然间去？那就换个位置，咱们这也不好，后面来人难受啊，上山上架他们。他们人呢？跑了。死俩还有俩呢，那应该在前面防区或者石头后面。应该是石头，直接怼他吧，大哥。走，干他。呀，车不行了，别去了，在这架会吧。哦，哎，看到一个，我没拿狙，有地儿狙的。120有一个伏地的。我没看到，大哥。嗯，你右手。标记了一个地点，我点了他4枪了，就在这个角落里。你打他脚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真的不倒，被别人干死了。咱们往下压一点，这里绝对不是圈。炮楼，165，没看到，右边还一个，就他俩了。左右各一个。这小子在哪？围墙后面好像。别着急啊，我找找他位置。哦，看到他了。哦，哎，又能扶队友了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哦，哎，鸡哥怎么也倒了？咱们四个人再干不过俩人，可就丢人丢大发了。左边的过来了。哎呀，关键时候没子弹了，要不然他死定了。左边这小子也去炮楼后面了，先给你们加封一个烟。哦，这小子又出来了，还不倒呀，缩毒了还。这个树好位置啊，左边这小子要吃毒了，就剩这小子了，干他，他死定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